哈哈哈哈哈！这四个都挺迷的，不知道我位置，感觉我他妈已经累了，你们。感觉这四个人的这个意识完全被我拿捏了啊！他根本就不知道我在哪儿，非常的痛苦。他们已经被我打怕了，我感觉啊，就感觉他们已经对我产生了恐惧，不知道该往哪去了。直接落地11杀，拿下豪宅，我天啊！ 这把落地杀的还算个样啊！他们是萨马丁的人，一看他们那小样我就知道了，想来这边劝架的。收吧，超完美前期。 这何止是超完美前期，这落地11个，究极完美前期啊！进圈咱们得拿个3级套。 房间有没有人呀？车都翻在这儿了，干了！还有 DPS， 他妈近战不怕。 没有3级套，确实缺乏一点安全感啊，兄弟们。
20个人，现在就你看这个圈说一下就死了一个人。兄弟们，刚才看到有兄弟问说想买一个皮肤号怎么办？兄弟，你可以加屏幕上面的微信啊，然后的话可以去朋友圈看个号。然后你现在加微信，哪怕你不买东西啊，只要加微信，给我们发个消息，发福利两个字儿，有就直接可以获得100%获得一个加游戏获得一个皮肤啊，他助理会发给你啊，获得一个主播这边的专属福利啊，无任何条件啊，兄弟们。戴个帽子啊！OK，16个敌人，买的这把绝缘圈就杀个五六个就可以了，心满意足了。没有飞机落下。确实应该找个枪口补偿器。来了，兄弟们，这个飞机看能不能拿啊？拿了之后就是如虎添翼了。我操，这么老远呀！而且那边是人堆耶。哎。我勒去，兄弟们，主要是想杀人了，落地11杀有点不够杀，说实话啊，咱们去木头那边杀波人吧，啊，就11个，说实话真不够我们杀的。右边房区有人，两队人在打，这木头在他们左边，应该他们不会赢。好，就在山后，非常完美这个位置啊！你看，毒边那边打烟，那边是有人的，很好。捡完之后，直接劝他们。这他妈是波什么玩意儿的枪？过不去了也。呀，这怎么办嘞？直接上啊！其实他们打完了，现在也没必要上。他们已经打完了，现在去的话，无非就是让他们全部的意识都来集中我，去那个厕所吧。
撤下去，他拉我没办法。我操啊！你他妈直接过来！ 真过来呀你！真过来呀，不是吧？还有5名敌人，就5个人了，他们再打起来的话就没人了。 再炸起来了，他们！ 感谢老铁送来的6倍镜。好，倒俩，5个人倒了2个，也就是说现在站着剩3个人，2个人开枪。OK， 现在就剩3个人了，3个人了，他杀了2个。 3个人是吧？1v3了呀，没步枪很难呀。1v3了，兄弟们。对对对，然后扶起来了，就在浴缸房。 别眨眼，别呼吸。看到一个在红拖拉机后面，一个。目前只发现 number one， 一定，万一这右边还有一坨，边还有一个呢？他们3个人怎么不上呢？按理说他们会冲我耶，为什么如此安静？2个人确定了，2个人了，我已经看到俩了，我已经看到他们2个人了，围墙一个房子里面一个，第3个人我就不知道在哪儿，知道吧？ 其实我如果我知道的话，我这个身位会拉得很大的。你现在的话，我就不敢。反正他们绝对是2个人。好，他们要跑毒了，兄弟们。 像俩像啥呀？我操！一口。OK， 最后一个人在后面呢，我操！ 一打2打1，不是1对的，看到没？后边的人早就瞄着我了。
黄色 PK， 这一下就得劲了，不是一队的，很好，但是他好像中心点。这个人我屁股露给他半天，他没打我，你知道吧？这个人坏得很的，很有耐心啊，这人。我一打架他就给了我一枪。想当黄雀是吧？人呢？我车还在不在啊？车在左下角，这他妈咋办呢？这圈进不去了，这圈我只能去那个车那儿了，行吗？98K 我不怕他。干啥呀？直接一个拉车锁头，呸，秒头，拿下单人四排竞技模式，是五杀之极。我们是什么玩意儿呢，兄弟们？我们是冠军，直接拉到车，这波必须要拉到车。而且他刚才跟我对枪的时候，他中了我两枪，知道吧？我们是冠军。小六走一波呀，帅呀！刚才有人问主播买号卖号怎么办啊，兄弟，你买号卖号的话，加屏幕上面微信，咱们这边传网最高价收号。然后呢，你们现在加微信还有免费的福利相送啊，加微信之后直接回复福利两个字，免费的领取福利啊，有可能是加入去，有可能是皮肤去领吧，兄弟们，我们是冠军。Found you. I cried and the tears fell from my eyes like a waterfall. And I swear I could feel you in my arms, but there was no one there at all. You were my clarity, I swear. All alone in a daydream, yeah, there was magic in the air. And you were right here beside me, held down like an angel with no wings. I wanna fly again, I just can't get you off my mind.直接好歹兄弟觉得更新之后这些人变猛了还变菜了，变菜了吧？哎呀不呀，就那样，也没枪没菜，没变了。
up all night. Whoa, I'm gonna be up all night. I don't wanna say goodbye. It's tearing me up inside. I just can't get you off my mind.我操！你看这些人多不多？呵呵呵呵。跳车库。会玩啊，都他会玩的。直接拉我他妈架了，来！我又拍到他了。大包呢？让你掏了。楼梯还有人呢，好他妈狠了，怎么阴起来了，我干的。一楼有一个，这四个房子里边呢，不知道哪个房子。恶心呐，这喷子！没人，这逼，哎呦！这他妈会玩啊，这逼有柏林裤。
你爬上去了，真敢爬呀你！爬了呀！我寻思你会揍着呢，爬了。他扔白白的我呢，会玩呢，马会，都是高手啊，兄弟们。要。妈，我看着他衣服了，你知道吧？熊猫体能正常人？不应该周六撞车几率小吗？今怎么天还多起来了？老多那种算是白人了。还好现在有康人这玩意儿呢，要不你家那必死无疑。这死完了，这是差不多了，咱俩可以走了，车没了。走啊！看好多东西，池子里，我操！老多老阴逼了，别看了，走吧。那他下午这不炼狱难度吗？打，打个屁！是有点难哦。晚上简单，晚上走，直接这个车，酒吧可以不要，没有狙，没有背镜，知道吧？先拿个 DBR 先防防身吧。干你了，两个两个，别对了，干跑了，两个吗？我就两看个，他一个，服人了应该，有人呢，弄他，这怎么有个破的跑车呀？我看着了，空堡垒地方啊！炸他了，炸他了，烟儿里呢。我也不敢抽啊。快点石头！我操！快快快快，冲到那个石头！再换一个团！我操！妈的，这几个几把吧，有一把，一把，给我们乱扫，兄弟们，那个枪声死了，进点全石，补的还是杀的，进点全石。那车呢？看到了，老他妈吓人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我操，这队他妈叙利亚的啊！四个兄弟，没事，照杀照杀，别怕。牛逼，还有一个，我头上，170，我瞄的方向，速，烟。哎呀，这逼太，这队太虚了啊，兄弟们，太他妈狠了，直接拿下一穿四，副队长直接躺我，就直接没了呀，哥们儿。不，
我被你右边那个打死。OK， 还得是队长了啊。帅的一批，关键时刻还是得靠队长，对副队长这个还是差点，差点感觉啊。又来了，又要来了，我还去那个位置，我还在这儿。三个，这是的。打不死啊！我操，你的连狙哪去了？你的去连狙的，在打呀！把这个打了，他们就。废了。感谢贾斯汀的两架飞机，谢谢贾斯汀，谢谢我贾斯汀兄弟的双飞呀、啊，谢谢，大谢。都把狙干了，有机会干掉他一个。走了，随便填点子弹，撤退。厨房就得了，还是拿喷子吧。OK。那他们那个黄金跑车能开吗？OK OK， 走走走，这不能，这不有好车吗？这，他这个跑坏的，三阶段了，我靠，合上就没了。谢谢贾斯汀啊，谢谢贾斯汀兄弟的双飞，爱你救命，谢谢。哇，这一轮猎少了一个呀！啊，对呀。这有一个，这有一个。OK。能完美进圈了啊！
落地巴扎，完美前期，超模前期，超完美前期。来开车，司机。这有好处，你在跑吗？开这个比较好吧，这个后面可以坐。去哪儿嘞？看看呗。就下边烂尾楼得了。我操，什么玩意儿？烂尾楼没问题，他们是在大仓的。大鼻子吗？对呀、啊，干他得了。别来，别回去。这烂尾楼我一打试过无数人，那我就打狙去了。他们怎么不敢过来呀？这么怂的？不应该吧，兄弟们，这么怂的？打烟儿的还不急啊，不理解。空投，但是向好向大的啥意思？可以呼吸了，兄弟们，先呼吸啊，先呼吸！我操，忘了，他没过来，就先呼吸吧。不知道为啥不过来？这里杀有点。不掉他，不掉他，空一下右边。死了差，早说呀，早说呀，好兄弟，早说早让你呼吸了。不是，都是五六啊，这。OK， 我们不是圈，倒霉蛋子。拿迷你啊！你先拿迷你、啊。确实。有迷你啊。BS 我就不要了。AK 子弹给你了。哎，他们在仓库里被打倒了一个。嗯。连杀带补。哈哈哈。
哎，我们这个大仓里边，他要跑过去。好一个，干他，干他，走！杀，副队长。打到左边了，他打到左边了，我们停右边。但一定要贴这两百楼他。别上去了，别上去了，有大狙。上面那狙。对，冲！两个。楼上一个。等会儿，咱俩这样。冲楼上就行了，走，哎，这逼他妈连他队友都烧，谁来了？被爆头了，死了！他连队友都烧，我操！他妈太狠了，兄弟们，受不了他了，他简直是太狠了！我的老天爷爷！这俩人必须得干掉，要不我们没有位置。哎呦，是一名敌人，加油！这 A 打 M 有点难打啊。因为我们靠山右边就可以了。三级甲下边。他在那个树后边的。过那里，一起打他！大狙啊，石头后是个什么？左边，大狙石头后边是 DBS。打他干啥呢？别打他了。不打他，我们要走啊！我从右边走就行了，我们到这边点儿。这不用走，就到贴个山上脚下就完了。不开过来了是吧？来我这儿，开个屁，走吧。听队长的。精彩刺激的决赛圈来了，兄弟们。这山顶能爬呀，兄弟们，爬上也得了。不打右边吗？这边有一队的，我前面。那你架着，能架吗？架着我顶上去。试试呗。小黑盒衣服，就他，这他妈爬不上去啊！这 ，OK， 我们到他的位置可以的。那大鼻子怎么感觉进大山里头了？没有。他就在石头后那个，很憨的这个人。我昨天晚上跟柚子碰到个穿山甲，两个，
牛逼！好这边的兄弟们，我这边。雷你不要啊！我靠，怎么这么多？不着急啦，再临好位置就无敌了。这个点儿。这把必吃鸡不一定啊，因为我们这个位置还是要跑下去的，也挺难的。过来一起打，265，过来，我这儿。等我看到三，你急啥呢？堵不了，他不是圈，我们不是圈，怎么办呢？空投，我右边吧。一般烂我楼抬不起头。我就摸三下给你，来，你摸。还有七名敌人，哎呦，他怎么打我了呀？这人，我倒被打回去了。七名敌人，不对也是。就待这边反斜就行了。等烂尾楼出来，人数算不明白，打不了他了。烂尾楼猫了，估计猫了好几个。那大半我没子弹了，我这边不好弄啊，我拉下来两个。没，他们也不敢打。嘿嘿，还有这一名敌人，这烂尾楼猫了仨，烂尾楼应该我反正看着一个人呀，三打四打二，上面那四个人，上面那四个人都拉的那么开，他指定有点毛病呗，四个人外面没人了。左边四个，右边三个，我们中间两个，兄弟们非常尴尬啊！这个位置出来了一个烂尾楼，又回去了。他最起码俩，他之前倒过一次的，估计里边仨。我烟很重，专门带了好多烟。给我来俩。有啊，可以大炮。你看，出来了，仨，是不是仨？嗯。还有一个粉衣服没出来。上面补了一个，上面连杀再补一个。OK。这不倒了，这不倒了，一点没人了。这坡下摸了一个，好，二打三，全点标点往右边的。上来！别冲！你能待着就待着，这都在菠萝树后边呢。给他不知道你的位置。你架着我敢顶的。已经跑上来两个了，那边就一个了，顶吧。在左边了，在左边左上角了。就在这个位置。
都在这儿吧，还石头一个，你开枪的一个，石头还有一个。三个。哇，他被这个吉利库打懵了。他们这个位置没了。哎哎哎，这个 AK， 这个吉利服，用雷打他。啊 ，nice nice。OK， 直接完成。差几个副队长？八个。八加十一等于二十三杀世界双人四把竞技模式，二十三杀，我们是冠军，九小圈。二打三打四全部收入囊中，好吧。小六走一波，兄弟们，刚才有人问了，说不玩的游戏账号怎么办？兄弟，你可以来找我换钱啊，兄弟，加屏幕上边微信，我们这边传网最高价收号，免费帮你估价啊。想买一些精品库存号的，加微信之后看朋友圈，先任何人加微信回复福利两个字，即可获得主播这边的专属福利，有可能是加游戏，有可能是皮肤啊。加屏幕上微信，双人四把竞技模式，二十三杀世界，帅啊！卖这啥的，兄弟们，杀不动啊，有点操啊！哎呀！没喷子，妈的，没喷子，烦，丢弃了我的喷子，遭罪了吧？再来一把注意点，又是泰哥，从哪跌倒从哪爬起，这把必须干他一局。他们怎么打了半天没死人呢？等待飞机的时候，兄弟们可以加加屏幕上边的微信啊，加微信回复福利两个字，免费领取福利啊，兄弟们，任何人免费领，无条件。还是不能抛弃我的本命枪啊！落地一杀，落地都两杀了，这绝爱圈不得起飞喽？
应该是物资比较牛逼吧，现在拿物资吧。把料打满。没声了，安静起来了吗？我去，国杀了呀，兄弟们！三级啊！拿喷子不？拿不拿喷子嘞？拿喷子吧。上把就是没有喷子，近战才出了问题。说实话，近战的话，第一波打那个人的时候太伤了，费了很多血，才导致我后边就没打过。喷子的话，打人就可以不费血。啊啾！啊！独狼。直接拿下落地四杀，兄弟们，那四个字打在公屏上面。终于来一把完美前期啦！之前那几把前期啊，一点都不完美，说实话，一杀两杀的。落地四杀是正好啊。去开那个固定刷特点，固刷。要把有气好一点吧。可以的，这个中心点人比较稀少，非常的适合拿空投。这个车的表盘咋是这样的呢？都不是电动的，看到没？这指针都是那种指针，不符合他的身份啊，应该整一个电子的哈。
这车这么快，绝对是现在的车。来，我们在这儿等工头。满配奔驰的，装备已经满配了，枪这方面。把这打满，该我们开这个车是这个游戏里边最快的车了，比那个轿车吉普都快多了。刚刚这个圈人数的话，基本在这边。有没有桥？哎，堵桥去，可以去堵桥啊！我可是堵桥大师。而这应该也能，是这边大桥，我们只能堵这个小桥，也可以去尝试一下。这个桥比较细哈，应该好扫。为啥不来空投机呢？我操，有人来了！我操，怎么这么多车啊？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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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哎呀，难扫呀，操啊！妈呀，不堵桥了，要不然这丢人。堵个屁呀！那真难堵，这桥现在没法玩，找不着车，怎么办？本来挺完美的，我就知道有人来，知道吧？奈何这里的枪不太行，堵桥失败，兄弟们。不过这有进步。比上次好，上次都不敢开枪，这次咱开枪了，有进步了，可以了。我操，我又回来了，兄弟们。飞机来了，兄弟们儿。他没路过，应该路我脸上啊。呜，
你还真扎脸呀。我操，有车来。好，就刚才那一队，兄弟们。我操，这还有人跑的。咋的？你炸呀？咋的了 ？OK， 大家晚上一传四，妈的，帅的皮包。这边四个人在我面前临危不乱，好吧，一个一个处理，一个失误人就没了，因为被包夹了。谨慎啊，稳中慌中带细，真是不错呀。这抢空投多是一件美事啊。这两个包哪去了？那俩包呢？来车了，后边，我操，家被掏了，他停对面了，兄弟们。其实刚才我有一瞬间，我打第二个人的时候，其实我的位置是被包夹的，但是呢，我硬跟第二个对了，就是那个售后的那个硬跟他对，然后把他对倒之后，我就安全了。说实话，帅吧？躲雷那玩意儿其实都是小操作了。对面有人啊，对面这个车里边有一个，好像就个独狼，只有一个独狼，而且躲那个房子里边非常猥琐，应该躲在左边房子里边，左边那窗被破了。其实可以摸他，但没啥必要，万一他有俩我就完了。目前已经八杀了，咱可是有人头的人了。
不太饥渴了，说句实话。已经不是很饥渴了。有两个人，果然一个房子里边一个，但是他这围墙太高了，他看不到我摸过去，说实话他看不到我摸过去。还有这么多草，我侥幸心理是可以摸的，但是算了，没啥必要。兄弟们，其实我还是很想干的，但是怕出现意外情况。我操，平地干拉是吗？没狙啊，只能看着了。我操，最远点还有人在跑毒，看到没？都是烟。包离我们太短了。我操，我们安全区哎，很好哎。这边两三队，看他的这个那里边呢，看到没？如果站着不动，我是可以秒他的，给他一枪头。我操，这有狙耶，这有八倍。直接现组装一把，女孩子穿的粉嘟嘟的，兄弟们，一般女孩子都傻。一般女孩都傻乎乎的，可以打，有机会把他爆头。哦，歪头，我操！还挺他妈贼的。挖机了，我就可以干他了。那边还有人，那我击倒他也没啥意义了，我过不去了，对面有人架着。对面要过马路，
我想救他吧。要干这个傻事，这种傻事吧？为了一个女人有必要吗？别去了，兄弟，你过马路，你只要出这个烟，你必死无疑。有一对儿算一对儿，全他妈给拆散，兄弟们！跟石头搁这瞄我呢，是吧？对面还有人，这把人有点多呀，我附近。这又是一对儿啊！俩好像是，我被打了，他们要跑毒啊，兄弟们，他们还是蛮可怜的，看他们这么可怜，我们就送他上西天啊！不要在这，在这这把受苦了。我操我操，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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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还有六枚铁的，听见俩，远点四个，为了应该是三个。哎呀，这里边是圈的，那厕所是不是啊？那厕所，那厕所也不是的。进来这两个人啊，不着急走，卡他们，知道？草原内已经拉走一个了，妈的！打三了，家人们，哎，不太像啊，右边怎么有人炸炸雷呢？
小人开个车把他给秒了啊！骗不出来了，这一波非常重要啊！直接一个跳喷，打开突破口，单人四排竞技模式，决赛圈一 v 三完成，十四杀时间，我们是什么玩意儿了，兄弟们？我们是冠军，这一个跳喷帅不帅？三包一，无限封烟，打开一个突破口，反败为胜，帅呀！关注发弹幕送十个奖品，感谢观看，兄弟们。现在任何人加屏幕上边微信啊，回复福利两个字，人人都可以免费领取一个福利啊，有可能是加入器，有可能是皮肤奖励，兄弟们加屏幕上边微信回复福利领取福利吧，既有刺激的精彩的单人四排，也有福利相送啊，我们是冠军，确实刺激对吧，那一个跳喷烟中恶鬼太帅了，chỉ gửi một ánh mắt ta đã trao cả con tim giữa biển vậy nhưng anh chỉ có em trong mắt giữa một rừng thanh âm chỉ nghe đến tiếng em trao cố gắng cho cái sụ dụ đó đêm xuống tâm tư anh là nhà giam với nỗi nhớ về em là song sắt những tình cảm đâu phải nhành cây nên nó đâu có dễ gần như về áo em buông bởi vì ta quá trễ giờ đến đâu cướp em đi là điều ta không được làm vì sợi tơm đang buộc ta nó lại không nên nếu em không thể đưa ra lựa chọn thì xin em hãy sớm đẩy anh đi xa nếu bờ môi ấy không thể cho anh vị ngọt thì em hãy để nó buông cho anh lời dịu xa感谢大炮的办卡，为主播人头数加一啊！噔噔噔噔噔，开干了啊！来。102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这把也两三对。
为什么设置200坐着就能完成啊？为啥呀？哦，设置250啊，那没事的，直接完成250，兄弟们。对的，旁边把黑色的有点不舒服啊。黑色的也有点不舒服。我操！跳出来就没，看也没。最后一个，OK， 直接完成一传四啊，兄弟们，舒服了啊！经典一传四，一滴血没费，我操！失血不费哦，你说这玩意儿谁研究的这么牛逼呢？轻松搞定。哎呀，可是没这把没喷子啊，兄弟们，操作有点受阻了啊。找小分子去，没有喷剂吗？楼顶好像是。妈的，这里边不还有呢。哦，什么玩意儿呢？是你吗 ？DBS。我看到这玩意儿就开心，你说这。就在这脑瓜壳子上了，兄弟们，那一瞬间仿佛人生到达了巅峰哦，这咋办呢，兄弟们？弄不死，
哇哦！楼上的还在楼上，没拿他没办法呀。打两救，我操！来，你过来，你过你就试试。你敢试吗？我操，擦一枪，兄弟们！楼上的还在呀，怎么办呀？下来了。转不过来弯了，哥们儿。OK， 直接拿下皮层，落地七杀，完美前期，兄弟们，舒服了啊！舔包，舔包走人了，三级包，走，最重要注意点，这叫什么呢？叫完美前期，知道不？哇，这个圈的话也非常的得劲儿啊，兄弟们，我最喜欢打这种圈了。房子，然后呢也没有什么特别离奇的位置，都是小房子啊。两个人，不是一对啊、哦。往中心点靠一靠，这好像有个假车库，我们去这个假车库吧。这个点应该是属于中心点了。OK， 把料打满，兄弟们，这把是非常的有机感啊，兄弟们，刺激的感觉嘎嘎的，雷的话再高多一点。这笔还来上班，嗯，看到没？现在有那个
直播中后面有时钟，看到没，兄弟们？以后是铁粉就用这个来辨认啊，兄弟们。对，差一个空投，差个三级头。来呀，谁来谁起，上面有人。标点有一队啊，开车的。他这个房子里边有没有三级头啊？我们搜一下，有没有三级头？你这麦能搜到，可太秀了！注意点，兄弟们，这圈的位置也是非常的照顾我们。现在我们只需要静等空投或者是人来就行了。这把我看过，被一枪爆头，一枪爆在对面头，对面也停了个车啊。两辆车，一队的，哎，不是一队的，打起来了。看那摩托车会不会受伤来我们这儿啊？我听到一番树林里了。没狙耶，目前打的是大师局啊，战绩可查，兄弟们可以去查战绩啊。噔噔噔，我操，他们打超级空投了，其实我们可以直接冲过去把他们嘎了，你们说嘞？哇，他们又要去那个房区了，你别去那儿啊，那有人来找我。来了啊！这是超级空投，我们的普通空投呢？啊，这是我们的普通空投。妈的，抢了！啥事搞个水友赛？你要跟我玩啥？你要打我还是要跟我玩？来冲了，看有没有不要命来拿空投啊，让我看看怎么个事儿。够扎到头，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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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可以了可以了，兄弟们有感觉了，回我们的房去，赶紧的，要不一会儿被人占了。
哎呦，二十四是没敌人，对面好像也没人。很好啊，这中心点的两个点都没人，这，大家都在哪儿嘞？都搁山上野战的，确实。都在这个塔这边呢，刚才我们去的时候看到了，塔那边好多。哦，那个房子还有人，看那个枪口火焰。啊，这儿没敌人，位置站的太好了，我操，没人敢来，你说这玩意儿的。这事儿闹的，来了！我操，都要炸了这个车！我操！你往我车里坐，啥意思啊？啊？啊？咋个事儿？咋个事儿？我操！你往我车里坐，你他妈以为我看不着你呀？啊？我堵着门呢，我跟你讲，我就为的就是堵着这个门，你知道吧？就不让别人进去。我操！你坐车里，你把我当傻子是吧？啊？干！这就完成一冲啊，完九杀！什么玩意儿一直响啊？不行啊，这东西一直响，我听着我难受啊！我好了。啊，一会儿我们要出到那个加车库啊，兄弟们，看这个圈形来看。我操，这队也有点奇特，妈停在这儿，这能行吗？这停在这位置？此刻都能带人呢、啊、一人双下拿下双杀，我就说不行吧，我就说不行吧，我那个坑我他妈从来没见过有人去过，你说这玩意儿呢，我就说不行吧，那里边一雷双响了，他就是这边打超级空投的那队，知道不？因为我说的假的库应该没问题啊，加油加油！所以这树怎么一直在闪呢？我操！这个圈咱们，哎，但你别说啊，他那位置我们现在可以去，也去不了，会被山上架的。这山上位置好，我们可以去这右边山上。哇，这有人呢。那就不好去了。
空投落那儿了，那人应该在那儿，直接冲这个假车库得了吧。哥们直接一步到位了，本来想去甲车库，他妈有同行那边，有人杀了，还有八名敌人，加油！我们是什么玩意儿？兄弟们，打的公屏上面，梁子有人，这是有人吗？让我听听咋个事。还有六名敌人了，那边又杀了俩，很好。远点看那边烟里边有俩。这甲州还有一个，对面有一个，嗯，我看啊，一二三四，还有两个，不知道为毒死了一个，把料打满。我看你能抽到几个人？两三个人，两个三个，三打一是吧？哎，给他打进去，让他没法防守，知道不？要他们干。他这必须是有问题吧？这必有问题吧？这画质也太清晰了，那必须的。咱们直播间，我跟你讲，哎呦，小子还挺有点那啥的。要跑毒了，没时间跟他胡闹了，兄弟们。他那边比我先进毒啊。哇，直接就秒掉了，这还有四名敌人，别打眼，别呼吸，一打三打一，对吧？这他妈去哪儿啊？这没我们待的地方啊。这咋办呀？就在这儿得了。他们两个房子嘛，一个那个房小房，一个假车库。别大眼，别呼吸，兄弟们。好，假车库要跑到那个。有可能是二打二的，咱也不知道。
夏轩他们必将干起来啊！房顶有一个吉利服，看到没？房顶上有一个，我天啊！这二打二，那跟我没啥关系。我属于啥呢？咱是属于看的。耶！OK， 直接秒掉两个，还有两个敌人。一v 二，兄弟们啊！他一会儿肯绝对要爆这个大树，我地抛雷，这个往上抛雷绝对好抛。我这个车还能跑住。梅花桩来啦，九个烟不怕啊，打倒一个就好好说，发药大满，还想丢东西，直接拉到树后，两喷带走他。我们是什么玩意儿？轻松拿下单人四排竞技模式十五杀事件。我们是什么玩意儿，兄弟们？我们是冠军，帅呀、啊！小六走一波，挑战二百杀，可以挑战一百杀。加三十啊！哦，看完精彩操作的通知，回答一下粉丝的问题。刚才有粉丝问，兄主播怎么样才能提高游戏内的帧数呀？看你的画质这么清晰，兄弟，你加屏幕下边微信也可以帮你提高帧数啊，放大脚步，同款画质滤镜，优化网络，可以增加二三十的帧数，加屏幕下边微信咨询啊。全网最专业的调试电脑，哦、好了，回答兄弟们的问题了。我们是冠军。村城，村城霸主。